梅姨，坐。小雪，这些日子在梅姨这里做的还适应吧？适应，我很喜欢这儿，也很喜欢四位阿姨。大家也很喜欢你，我们觉得有时候你太辛苦了，有点过意不去。一点都不辛苦，我觉得这就像家一样，为了家，多辛苦都感觉不到。是的，这间咖啡馆就是我和大海的家，如果不是要守着这个念想，我早就跟他去了。他们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什么地方？出了什么状况，缺了什么东西，我是清清楚楚。从你来的第一天，其实我就知道有原因，但是你不说，我也不便问。后来，你总看大海的照片，我就猜到大流不离时了。我总想安慰你。又找不到话茬儿，我想等着你说出来，你又一直忍着。小雪，不是我责怪你，笔记本里七封信，每一封我都背得出来。你觉得少了一封，我能不发现吗？对不起，梅姨。那个女孩是你吧？我家住在碧潭海边，那个湖很大，很深。大海每天都会坐船去湖那边的小学上课。晚上才坐船回来，他每天都会笑着和所有人问好，和所有人道别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在船上遇到他。突然有一天，在船上，他给了我一颗吉祥草。他说那是他在湖边找了一夜才找到的，那是传说可以保佑女孩的野花，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知道，他每天也在期待遇到我。可就在那天晚上。大海坐的船被风浪打翻了。那天夜里，整个小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出去找。可直到天亮都没有找到他。后来，我每天都会去湖边。我想说。如果幸运草是可以保佑女孩的话，我愿意把所有的运气都给大海，换她一命。我想说，我仅仅是遇到他这么好的男孩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可他再也听不到了。后来，我总想着为大海做些什么，我就来到了这儿。梅姨，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很幸福，就好像大海又回到了我的身边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那吉祥草多美。”
那湖水多好看呢、啊！真的。